lang sa malapit sa bahay namin kasi natakot kami, hindi pwede tirahan yung bahay kasi pagka-counting yung tinatawag na aftershock, baka bumagsak eh. Kaya hindi kami natulog, hindi kami tutuloy talaga. Masakit eh. Kasi tagal namin pinaghirapan nung nagabahay kami. Na, tapos ngayon, nasira lang. Bigla lang nasira.菲律宾啊，地震过后呢，已经七八天了哈，实际人三四天前开始到灾区，很远哦，从马尼拉要到这个宿务，还要到这样的宝和岛，真的很远。可是呢，他们搭了飞机呀，也要一两个多钟头哈。 到达了那里呢，所看到的，哎呀，真的是满目疮痍了。平常的生活不是很好，加上了这一次的夷为平地哦，或者是呢，围屋啊，没有人敢进去住的哦。看到有一个家庭啊，剩下两个姐弟哦，家人呢、啊、都已经这样深深的。 埋在这样的土里，那还有看到了一个呢小弟弟啊，他那个时候也是呢受伤了，头皮破掉了，他呢都没有医药可治疗，一直到了哦卢伟丁医师跟着我们的救灾团到达了，好在呢有大医王啊。 那护士啊，就是随团哦，所以呢，他看到这样子，在这样的简陋的地方，及时帮他呢处理，这实在是哈、哦，类似这样的也是很多哎，在现在的宿务省宝和岛里，我们去发放的毛毯啊，还有现金哈、哦，结束。 可是呢，又看到了，又一次，因为呢，它的地震过后啊，余震不断呐、哦，那这几天里面呢，也有2000多次的余震哦，那又是早上我又看到了，又发生了余震呢，是强烈的5.4，也是很强烈，大家都是很。 很怕哈，很害怕，所以这都是呢灾难呐、啊，在人世间是火啊，是地震呐、啊，还有饥荒啊，像墨西哥啊，也是一样啊。他们在9月间呢、啊，一火的，那就是曼纽带给了墨西哥呢。 那个灾难哦是足大呢，到现在哦，灾区呢还没有恢复，可是现在又开始，又有一波的季风，好、哦，大家呢都是很担心啊，这个雷姆季风呢，到底又会带给了他们什么？当地的气象局啊，都一直在说。 海面上的这个气候很强，会带来了很大的云蓄水量，他们真的很担心哦，这也都是现在的气候呢，一直紧紧的逼哦，那一滴逼逼哈，安尼落来，所以呢，叫做四面呐。 火起哈啊，东西呢灾难啊，这个四大不调，一滴一滴变化哈，所以佛陀呢在经文里啊，他从因缘比喻哈，一直到现在呢，要说出啦，这种三界无安如何退，就是呢很恐怖的景象啊，佛陀呢一啦要。 一直来警告人哦，所以希望呢，人人呢要警觉啊，要赶快呢，有看到了这个惊世灾难。
要有警示的觉悟啊，要不然的话，每天呐、啊，慈济事就说不完呐、啊，还要一直呢，啊，在那新闻报告哈、哦，其实啊，不是新闻报告，是要跟大家人讲哦，这种的灾难呢，在这个三界火灾中呢。开始从四面呐、啊，四大不调啦，一直呢在告急中啊，所以啊，不得不天天呐、啊、跟大家说哇，今天哪里哪，明天哪里等等，昨天哦过去，但是也要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在菩萨所缘，缘苦众生，我们人人一定呢。要发大心立大愿，不要听法听而不闻哈，视而不见哈。应该呢，我们既看到了，要用心去体会闻思修啊。那咱既然听到，要好好的思考，好好的修行啊，要身体力行，发心立愿哈。那去付出，这都是呢。希望人人一个心念一转呐、啊，从那样的沉迷呀、啊，在物欲中呢，赶快转一个念，那就可以呢，利益众生，改变自己的生活的生态，才能改变呐、啊、天下的生态呀、啊。这都一定呢，人人一定要有的哦。好，不要再说慢慢啊来，等好我这批摊好，得到了后我再来做哈、哦。那生活有够多好啊啦哈，哈唔通阁想要吼，较侪阁较侪，你摊来阁较侪呢？其实呢是损害更多啊。那就如。我们天天呐、啊、所捧的这是电子的东西，不要看这么小小的一小台，其实呢，它开山挖洞啊，里面呢这个电子的零件的合成呢，都是需要高科技，不只是电脑，所有的高科技哈、哦，都是要开山挖洞的，那。内啊、洗啊等等啊，很多呢，都是要伫真大堆的迄个土来去改淬炼出来的。有这种的金吼，迄是迫害是足大的啦。可是我们现在的人呐、啊，手中呢都是安尼一台过一台，连我家己呢，我即马嘛需要伊啊吼，因为呢啊。天下事啊，马上传来呀、啊！哦，这种的哪有办法？不过我说才更需要啊。第一，我们来呼唤，会用的都好，好、哦，那咱都该用较久嘞。我们要爱物惜物啊，不要呢一直探着流行哦，那。这种的垃圾啊，电子垃圾很多、哦，光举这一件呐、啊，可见呢、啊、还有其他的呢，这都是在人生的物欲里哈、哦，那破坏啦，不只是破坏大乾坤生态，的确呢，最可怕呢就是。破坏小乾坤心灵的生态啊！好，办公的时阵吼，嘛无心办公啦，嘛是爱咧耍电脑啦。囡仔细细汉呢，两三岁呢，他都会有低头族啦，还是呢，什么代志都无要学啊，总是幼幼细细呢，开始都是呢在迷茫在网络里，所以。淡面嘻嘻哈，那这种淡面嘻嘻，会来不心不敢不低，何假喜会哈？你看这种的人生很可怕，我都是佩服佩服了佛陀的2000多年前的
大觉悟哈，在未来的人生呐、啊，这样的生态，他都已经呢两千多年前都跟人讲啊吼，要如何是好啊？无奈，是不是这样无奈的就撒手不管吗？不可以，所以啊，声声呼唤，声声呼唤吼，那如来。看迄个经文，愈来愈好烦，愈来愈是急吼。那总而言之呢，很多事情呢、啊，希望我们大家呢要多用心哦。